请空中佛兰院诸位观众、诸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今日是空中佛兰院第二届正装课程无量寿经第六十八集的播出，请大家先开佛学大成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科会第五十七页。 啊，五十七页啊，咱看经文第四行啊，经文第四行，礼敬听法第二十六啊。修出阿兰，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为欲建立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雄花动欢不改，往业佛所。 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法，称赞佛陀功德庄严。啊，那么咱先看这一段啊。那么顶一集啊，咱甲大家报告到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啊，著、就是讲在他方世界这菩萨像啊。 为着要建立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啊，那么用啊、呃、去供养啊，摕即个香花布盖啊啊来供养阿弥陀佛啊，那么供养佛呢，当然就听经了，听佛讲经说法啊，提供这个菩萨啦、啊。 也常常到极乐世界去听阿弥陀佛来讲经说法，宣布道法称赞佛陀功德庄严。这一句就是，这菩萨听了阿弥陀佛經说经说法之后，如果等去十方世界辗转来宣布流通啊，一到极给全世界听阿弥陀佛说的话啊，到等个伊个世界啊，再去讲别人听。 啊，宣布宣就是宣讲，布就是流播。啊，就是阿弥陀佛所讲的经法，故在讲好，一切众生来听。讲如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庄严，就如同啊一切诸佛来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庄严，赶快，这個、菩萨就是赶快让你赞叹。 就亲像《本殊释伽牟尼佛》，甲咱讲《无量寿经》啊，讲《观无量寿经》，讲《阿弥陀经》啊，这三部经叫做净土三经，就是专门啊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诶。啊。咱个看下面，你是世尊，即说上话啊，那边。 是以这个具象诶题材啊，来述说这一段事实。这一段事实是西方乐世界境界。本书是靠摩尼去转过来啊，点转来甲咱说明。如果咱一心提心，真正相信啊，实在讲也无意义。 参加当时诶发挥啊，甲咱当时呢参加世尊啊讲即个无量寿经即个发挥呢，也是共款，啊，咱看到即部无量寿经，读即部无量寿经，听即部无量寿经，啊，咱深信不疑呢，那么就甲世尊当年啊，伫印度讲即部经啊，在迄个现场听经是共款诶。 那么，这里面有真多话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有一寡是释迦牟尼佛啊介绍的话啊，咱来看以上。你是世尊啊，即说上话啊。东方诸佛刹，所如恒河沙啊。那么，生居一方，东方佛刹，东方无量无边的佛刹，数量真多，算不清那么，就用恒河沙来披露了。 行沙菩萨像啊，行沙菩萨像，每一个佛世界迄菩萨，就像幸福沙数同款下哩做啊，这菩萨都太做太做了，真正是不可思议啊！往内无量寿，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么这是讲了这个东方啊，东单边啊，南西北四维。 啊，南方、西方、北方，啊，四位就是四角，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按到北方咯。上下亦相连，啊，嗰在上方，嗰在下方，安、啊、尼一共是十方，啊，十个方向。一相连，啊，就是除了东方，其余即高方都像东方咁款。世界无量无边，诸菩萨众也是无量无边。 讲阿弥尊重心奉祖定妙光，这菩萨拢拢到西方极乐世界来参见阿弥陀佛。每一个菩萨拢奉献伊的功用，这个地方的功用定妙光，这是讲财功用。功用里面有财功用、法功用，这一段是讲财功用。 啊！因带了这礼物，送给阿弥陀佛的。下面这一手机是讲法重要。啊！唱法何雅音，歌坛最圣尊，六达神通慧，游历千法门。这一手机是通赞佛的赞叹佛的神通智慧到了极处。 文佛圣德明，安稳得大利。啊，这两句是专门赞叹佛的功德。啊，这个佛就是阿弥陀佛，佛的佛的性德明，明后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即六字，安稳得大利。啊，你听到即六字，安安稳稳的最大的利益。 什么利益呢？往生不退成佛，一切利益当中无超过即个利益的。啊，尤其难得的精明能力用得好，安稳，安稳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信号，你决定成就，安安稳稳的成就。啊，不像修学其他法门，能不能成就，家己无把握。 这个法门是决定把，种种功用中，困修无害观。这个地方所讲的功用，就是法功用。如何修持？依照这一部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但法源拢爱个作搞，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这是。 功用前面个诸位讲过，法功用当中有七种，这是第一种，如法修行功用？这是一切功用当中最殊胜的真实功用。啊，何况哎呀，要一句“困修无害观”，困是精进无害呆，无皮观。哈佛注意动手，你现在是都都开始。 好处你也不得到，你修学到有一个阶段之后，你得到第一个好处就是欢喜，就是欢喜啊！这就欢喜的现象呢，会个海带皮冠呢，不會记啊！咱小薇也跟他讲：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人若等到有欢喜的代志呢，这精神就拢来了。 精神特别好，啊，迄、那个疲劳都无咯。啊，你若念佛念个生欢喜心，啊，你诶疲倦啊就无咯。所以念佛真正得力诶人，啊，譬如你工作真疲劳诶时候，真疲倦诶时候，提不起精神诶时候，好好念几声佛复，精神就恢复咯。啊，比食什么即个补药。 比较较啊！吃了补药加咖啡，迄、那个物件呢，就个刺激性有副作用啊，不是正常。一些当提精神啊，但是呢，有负面的作用。这符合念得来了，符合提精神是最好的啊。规谷符合精神十足啊，这是不疲不倚。 啊，大家啊，那修到一个阶段之后啊，会得到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是，在修学过程当中第一得到。啊，这并不是真事实证明啊，你练功夫得难了。我再看下边一首第五首，关闭属性册，微妙难书意。 功德破庄严，诸佛国难比。这几首内面，这是赞叹西方极乐世界。这几类佛国土是一切诸佛国土不能够相比的。比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殊胜财啊，伊的财土太殊胜了，微妙难思议，不可思议，讲不出来。啊，好个什么听多讲不出来？ 啊！一旦供出来后呢，也唔是佛告结处，阿个供得出来嘛？即供未出来，啊！佛告结处啊，你无办法清楚，啊！这是真呢，毋是假伊个功德庄严，一切佛国都无法度佮伊相比啊！赞叹这个世界之好，这个世界依然关系真密切。为什么咱将来要去嘅所在？ 啊，咱诶生活环境都是如此，啊，爱紧，啊，上好呢，十年之内，啊，爱办好好事，啊，敢那像咱今嘛讲要出国，啊，要移民多些国家签证爱先办好，啊，那么那么移民到西方几个世界呢，啊、这个签证呢，愈早办好，愈妥当。 啊！边讲呢，因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这两句话好。这菩萨看到之后，这菩萨拢发心了，发什么心呢？拢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要到迄个世界去参观。啊！一到迄个世界去参观，哦，看到遮尔好呢，看了都无想要走咯啊！想要留在西方极乐世界。 啊，那么老在西方极乐世界要创啥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活紧，时间啊较紧。啊，讲愿速成菩提啊，速著、就是快速。西方极乐世界生活第一紧，第一快速，第一温度。这是这一段经文到这呢是一段。下面这一段，这是讲释迦牟尼佛给咱专述阿弥陀佛专故。 讲应时无量尊，弥丘献金容啊，弥丘丘啊，即、这个笑诶意思啊，微微啊笑啊，应时著是讲这菩萨啊咧供啊供养之后啊啊赞叹法官啊，那么伫遐听经阿弥陀佛看到个人来著真欢喜啊，著称微笑献金融啊，微微啊笑啊，那么献出即、这个。 金融啊，讲光明从口出，片教十方国，回光还了佛，三则将定立啊，这首偈是说明阿弥陀佛成奉光加持解菩萨啊，佛的加持的力量确实不可思议。那么前面那甲诸位讲过。 啊！大家在此地听经啊！汝在电视机面前听经啊！那么咱是百感凡夫业众深动，见未到佛光啊！那么咱即个盛会呢，阿弥陀佛、观音世子啊，每一处拢放光加持来啊！佛光若无加持汝，汝听即个经。 你未生欢喜心啊！你听了会欢喜每一句拢听明白，听明白，这是大智慧、大福德、大因缘。无活力加持，难做得到、啊、这个当中有活力的加持。那么菩萨教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用功名来加持。 啊、那么菩萨跟咱凡夫无共款啊，咱凡夫业种深重啊，佛讲甲咱加持，有得加持咱见袂着。那么实际上有得加持，但是暗中呢，咱得到利益。那么即菩萨业种轻啊，啊，因为咱见着佛讲啊，一边讲菩萨见此功，即境不退位，许会一切众和庆生欢喜。啊，即光明即个即菩萨就照啊，咱、啊、一般讲。 破脚，和光破脚啊，或者讲明一個、啊、这个破脚啊，叫这菩萨，菩萨马上就进不退位了，进的不退位了。咱今日因为业障重和讲即一家词啊，咱之间啊得一个欢喜啊，文化欢喜，咱得的利益，克谦。那么因这個菩萨得的利益，较深。 十会就是阿弥陀佛刚经，这个法，挥，法会来头，所有的大众拢特十方来参加这个会，菩萨欢喜，庆幸因得到佛光加持。讲佛语缓雷震，不因跳妙声啊，这两句是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说法的功德。 发音啊，像雷震感幻啊，雷震是弯门呐啊，这是譬如啊，跟咱弹雷啊啊，那么譬如呢啊，这个佛说法的声音，跟咱亲像雷雷声震动啊，感觉一切微晓颠倒众生啊，所以这颠倒微晓的众生会旦起恶回来，会他干恶。 发、啊、音是赞叹佛的音声之好，听妙声啊，这就是听念微妙的音声啦。那、啊、边根本就是阿弥陀佛的说法，阿弥陀佛所说，这是阿弥陀佛为十方菩萨所说的话啊。十方来净土啊，这阿弥陀佛讲的啊，讲你从十方来。 净书就是菩萨，是方来的菩萨因啊。像咱这里经常书粉里面讲十六净书啊，菩萨称为大书、开书、净书，拢是菩萨的专称。讲我是地比观啊，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啊。阿弥陀佛讲你每一个菩萨，从大方世界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心内想的。 您的愿望啊，阿弥陀佛讲，我拢拢知影。讲祈求严净土，修持动作佛啊，菩萨因啊，有一个共同诶愿望啊，共同诶愿望啊啊，恁、啊、来遮找我要创些呢啊，恁诶志愿是求庄严净土啊，是来求庄严净土。就在每一处诶会向会向机那边拢讲。 啊，贡献呢？啊，愿力出功德，庄严佛净土。菩萨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来庄严佛净土的，这是真的，没错。因为观光是修集动作佛。啊，为什么要去见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该修集将来成佛。 这是阿弥陀佛、各个菩萨的缘起物，供出来啊！AI 是重要的开始。格了一切法，犹如梦幻象，万劫诸妙观，必生如是禅。这四句前面两句是讲底，后面两句是讲观啊。如果讲念佛的人无智慧，那是大错特错。得 慧公一对于净土法门毫无所知，这是佛经上常讲可怜命者无知。得了更是降魔，就是禅家所讲的大彻大悟。了是明了，以一切法通达明了。这一切法的真相是甚么？就像金刚经上所讲。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即两句著是金刚经上即是句偈，向就是空谷回音啊，跟梦幻泡影是一个意思啊。所以这是大抵对于一切法认识清楚了。 所以在一切法里面，应离分别执着妄想，啊，对一切法不着想，每个在执着，啊，我不着想，内不动心，这是性定，自性本定。禅定里面最上乘的功夫就是性定。后面只两句讲得好。 满脚竹苗弯，完必行如洗菜。前面两句讲空，这两句讲有，啊，按合起来这是中度。第一。啊，如果只跟他讲整两句，就丢了空了。啊啊，只有后面两句无前面，就丢了有啊，那么前面两句是讲一切法的特性，啊，动态本空啊，啊，也本体是空的。 后面两句是讲一切法的相中，有体有相有用啊，有体相，那么多有伊的作用。体是空，相是有的啊，所以即个空呢，毋是讲虾米拢无啦，虾米拢空空，毋是这个意思，是空里不空啊，这个空伊一会当现这个相，跟那像咱电视即个广播啊，电视广播空啊。 空空啊，无物家底啊！啊，但是呢，电视广播会当现真水相出来啊，那么为这个披露呢，那个体会啊，体会咱的本性，就像电视广播讲讲空康。但咱这个相啊空，但可以现啊外面这個万事万物即相，即为咱的本性所显出来。这就电视广播了，现真水相出来啊，无量无边。 那么这相位都来呢？相是有啊，有相啊，你未使讲一无相啊但是这相呢，它本体是空的，了不可得啊。又位来为空来啊，所以叫做真空妙有啊啊！啊《心经》给人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有。 啊、所以讲，幼儿非幼，整体即空，体型是空。啊，所以真正空有两边拢不掉，拢无执着。啊，所以菩萨虽然刻入真空妙理，伊也是法源，也是念佛，也是救生净土。啊，阿弥陀也是现无比庄严的色相。啊，现西方极乐世界。 这则是真实智慧，毋是讲空啊，下面拢空空拢无啊，毋是安尼。空啊是现即真庄严诶，显出来。那么在这庄严上当中的，怎样讲？这动态是空啊。那么两边啊，拢无执着啊。那么这则是中道第一。讲低土如烟上啊，引法红色心，这就是智慧啦。怎样是方诸插土。 刚才亲像咱看电影呢，影像啊，像咱看电视广播呢，一个影像。咱个再看,看是咱现实即个世界呢，是毋是影像甲电视共款呢？影像啊，正、啊、是金金《金刚经》上讲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就是即个意思。所有一切相拢是虚妄的，刚才就影影像共款。 唔是真实诶，那么虽然知影，这一切法空，可是也发愿求生净土。啊，就会讲呢无落能边啦，啊无执着空，啊无执着有啦。安尼呢这就叫做妙契中道啊！啊，不会偏在一边啊。这是净土中修学的宗旨啊，确实是净土中修学的宗旨。 啊，是中都第二题。维摩经上讲得好，讲虽地诸佛国，及意众生空，而上修净土，教化以众生。啊，这为摩结晶啊，安尼讲。我虽然知影呢，诸佛国意众生都是空，啊，但是呢，也是上修净土来教化众生。 那么，这种是像华严经里面讲的，理事不碍，事事不碍，不思于法界。究竟菩萨道，积诸功德本，修行菩提行，受具同作佛。啊，前面三句是讲修修行之行，啊，因修行已经证得空了。 这是菩萨从空出界，啊，无对在空内边，啊，将空入界，啊，那么伊要修究竟的菩萨主道，注意怎？即些法门啊，就叫做究竟菩萨道。为什么呢？注意若是详细读华严你著明了咯。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华严则圆满。 叫究竟，这部经从头到尾字字句句拢是讲极乐净土，啊，也就是华严的归宿，所以这一部经叫做究竟菩萨道。你修学其他一切大乘法，不能叫究竟。如果叫究竟华严，后面何必也得挨十代国王都归极乐？ 那安尼，遐都无意义咯。啊，华严是究竟，何必多归着落？法华那是究竟，何必幻生净土？啊，即两部经啊，拢是叫做经中之王。啊，经中之王，上加如处，其余毋免讲了，主一定爱讲我。咱今日有到即个法文，是究竟菩萨道。 积诸功德本，修行菩萨行啊！啊，咱修诶，这个行是最殊胜菩提的行文修动作分，这讲成就；前面三讲修行啊，这是讲成就。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净佛必如是 前面两句是讲理想，后面两句是讲修贤。你一切向修，一切贤，这是阿弥陀佛教好人的。啊，这话拢拢是阿弥陀佛讲的。阿弥陀佛，甲菩萨讲经就讲告此地。啊，菩萨讲经讲到这啦。那么都公告积极股。 必行如是禅，就是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必定成就极乐净土。下面这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了。啊，请看经文：文法妙修行，得至清净处，必以无量尊。 修即性顶根，这是释迦牟尼佛对咱述说当时进入世界情况。前面是阿弥陀佛所说的文化，就是这十方菩萨啊，十方世界去的菩萨。听到阿弥陀佛说法之后，非常的欢喜，那是欢喜。 非常欢喜，依教奉行，修就是就修持，行就是奉行，啊，文修奉行，得至清净处，这一句就是文修行的利益。现在伊就得到利益了，得到什么？清净心，清净处。 处在哪里？处在心内，心静则透静。一听会说话，心心清净。为虾米一切法看破了，看破了，当然就放下。啊，看得破是智慧，放得下是功德。放下则是功德。啊，要不到成就的时候，咱叫功夫。 到成就的时候叫功德，啊放下是功德，看破是智慧，啊前面中记阿弥陀佛所说的话，不外乎看得破放得下，真正这两句话就拢可以包括了。所以菩萨心心清净，必以无量尊修集圣顶德，这是释迦牟尼佛修集的话。 也是庆祝因的话，这菩萨必定在阿弥陀佛那边修集成佛，就是这个意思。无边属性财，积佛本万力，闻名欲往生，住地不退转。这只修集是讲三不退的，无边属性的七套，无边属性财。 地福本源力，这属性都是前面甲诸位讲过啊。伊素土是平的啊，即、这个素土拢到顶了，即、啊这个属性。无像他方住国度的素土是无平的，无平顶啊，即当中有障碍，有隔界，隔开。 所以咱往生西方净土一生一切生，往生其中一套，那么多，同时啊，往生其他的三套啊，这个四套同时啊，宣告四套啊，因为伊每一套拢相通的啊，所以讲混淆三界，甲罗西方极乐世界叫做混星四套啊，拢拢一下就静伫了。 这个属性啊，是风出土来头无啊！啊，咱凡夫一定是带凡性东西土，阿罗汉辟基佛带方便有一套，明心见性的菩萨带十波庄严土啊，这个佛带上一光净土。那、啊、这个殊土当中呢，一套一套呢，弄这个嗯，各该的。 啊，咱在咱凡夫在凡圣动机土，咱看未着方便有余土，也看未着十部中央土啊，上讲净土，咱嘛看未着，接触未着。啊，那么阿罗汉严格啊，因在咧方便有余土，伊看会着咱凡圣动机土，咱看会着，但是呢，方便有余土，伊看未着菩萨的十部中央土。 那么，菩萨呢？大石不中央土呢，无法度完全正植上一公正土啊，是部分的正的有啦啊，一部分，但是无完全啊，完全正植一定要成究竟完满的合果才完全正植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拢有界界。那么西方教育世界呢，咱是凡夫。 往生到西方的凡圣同居土，同时也、啊、生方便又一土，生十部庄严土，生常劫清净土，这个不可思议，这叫做凡圣殊土。啊，这是方這西方诸世界，拢无即款代志，只刚好西方极乐世界有即款情形。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心力的加持，闻名有往生。 啊、你看西方叫做世界，真容易啊！都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就往生了。生到迄边呢，住地不退转，就是万境三不退，三种不退，万、啊、万同时啊，正定。毋是，有咱个世界呢，你净修道还就是得到即个唯不退。 啊！搁者破顶三烦恼呢，净土行不退；啊，破不明呢，净土为不退；啊，净土这个念不退。啊！但是呢，虽然你破不明，明心见性，净土三不退呢，为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但是也不完满。啊！咱来追意这个原理，也不完满。究竟完满呢？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往生的。 万境三不退，这个确确实实是,是啊，不可思议啊，真正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的境地喽，那么微不退，就是你自己有把握，确实有把握。我这一生决定往生，我这个心在娑婆世界无量劫来生死轮回啊，现在这个心是最呕心。 咧，诸多生死轮回的最后一处，下回过来都毋是生死轮回啊，下回过来是生完再来啊，在度众生诶。啊，那么以净土法文来讲呢，这就是你现在啊，净土为不退啊，啊，未够再对落堕堕咯。啊，那么死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修学这个法门，决定无改，无修学其他法门，这叫做行不退。这一句话呢，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啊，好亲像甲阿弥陀佛拍电报共款，即边拍过，迄边佫转来，念念相应，这都是念不退。啊，所以呢，完成三不退的人呢，毋是讲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现在呢，你努力如何来修？ 现在你都种的啦，啊，咱即个心也伫沙婆世界，啊，那么现在呢，都在沙婆世界，即、這个三不退都得掉啊？为什么呢？你决定往生嘛？啊，家己决定有，决定把往生啊，那么这都叫做菩萨啊？你都不是沙婆世界人啊？虽然要无去呢，迄边注册签证拢办好啊。 邱小龙办好啊，随时可以去啊。你是西方进入世界迄、那个国家诶人咯，啊，迄、那个世界啊，你毋是即个沙堡世界掠夺轮回人啊。所以即卖有真济人啊，爱移民呢。在咱地球，伫咧沙堡世界啊，就讲他即条地球，通爱移民，其他诶星球嘛无在调移民啊。啊。那么在地球上，毋管你移民到多只国家。 总是脱不了生死轮回呀！啊,啊，毋管你摕到多济国家嘅签证，啊，摕到多济国家嘅护照，入了多济个国籍，也是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国度。 啊！你摕到阿弥陀佛这个佛教、啊，这本佛教就真实的啦。啊，这本就是外国在形事啊，你得无量修啊，十方诸佛世界，任何多个世界你拢可以去啊，真方便。那么咱摕爱摕即个啊，即正、这个啊、是真的，在即个世间呢，不管你摕什么，拢是假。 所以希望大家努力啊，三年到五年把，家即个代志办落好啊！你一定家己会感觉到，我家己已经净得三不退咯啊！所以，伊即个法门的确非常非常诶殊胜。任何一个法门，你在十年当中想要求一个三不退，莫讲三不退来头啊！即、这个、即、这个三三三种拢得着啦啊！就是你要得一个无不退。 都无把握，都做袂到。啊！就讲你生死无法度了，生死啊，无法度保证内生无搁再轮回。你无即个把握，唯独即个法门，即、這个法门真正靠福力加持，實在不是在讲，毋是咱家己真正有即个福德，有即个能力，是三宝神力加持。咱自己嘅善根福德是啥物？ 就是一念正信，这是自己嘅善根福德啊！你的确爱一念正信，绝对无怀疑，死心塌地修学，这是咱自己具备嘅善根福德。今日有即一回，咱读到即部经，逐个会当听讲，这是因缘啊！诸位是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拢记住了。 我们、啊、看《下面经》文，菩萨行志愿愿，具国无义，破念度一切，国发菩提心，下必轮回心，即令定彼干啊，这那句非常重要，说明这個菩萨听了阿弥陀佛说法开始之后，离开极乐世界，登去西方世界。 从听到佛法啊，从伊家己听到伫暗暝，就是、弥有遐听到佛法呢，辗转搁在流步啊，到家己的即个世界去度化众生，教化众生，是即个意思。兴起大观，至观就是大观，大观是众生无边，世缘多，就是度众生幸福多的。 幸福多的台湾，如果度众生未当，度众生成佛，即、這个缘无大，一定要帮助众生，帮助一个幸福啊。那么，一定要叫即个众生呢，在一生当中，伊对当完成佛多，那么即个才叫做大愿。愿己国无义啊，愿自己嘅国土无义，以西方极乐世界。 啊！在、这、即个菩萨因独独为西方极乐世界倒返来家己嘅世界，当然啦，即个功德庄严不如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教化众生无异于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是劝一切菩萨因执持名号，求生净土啊？因甲即个方法得掉了，再等个西方世界来，甲即个方法颠转流通。 普遍劝导一切众生，急起名号，救生西方。这个阿弥陀佛教法无两样，所以讲是愿机各无异。普念到一切啊，求阿弥陀佛，求诸佛如来啊，各法菩提心，下必轮回心，地灵定彼岸啊，这就是菩萨的教法。每一位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教法。 啊，看众生发菩提心，此地发菩提心特别强调的，就是发愿救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我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跟咱讲的，爱发这个心啊，就是发决定救生净土的清净心，下必顿悔心。

起心动念，拢拢是阿弥陀佛啊！安尼你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令定彼干，这是成就，一生就会当做得到。所以这个法门比任何法门都快速啊！多几个法门是一生成就，无容易，唯独这个法门一生成佛。 所以即个法门称作“东胜成州”的佛法，这是指持名念佛法门。即那句啊是讲即个菩萨因辗转宣扬，普遍困度一切众生，救生净土啊，也就是到处弘扬即部经。弘扬即个法门就是即个意思。我老一秀讲，方书万一佛。 挥化变诸财，恭敬欢喜去，还到安永国。啊！这菩萨因神通广大啊，去一个佛刹土去宣扬了，又去走去另外一个刹土，啊，到处佛刹呢，拢拢去周游一遍。啊！如果等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啊，因来回走了。 造家呢不亦乐乎啊！造家真欢喜啊！你看看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讲西方诸菩萨因到西方极乐世界救法。那么救完之后呢，Polish, 又过等去到每一个地区去弘扬，弘扬完了后，又过再等去阿弥陀佛再去阿弥陀佛呢法。实在讲。 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注意怎样？佛门里面呢，每年有三个月是结下安居意思就是各家赶快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的菩萨众，有能力到其他地方大彻或讲经、大彻或说法啊。那么印度这弟子都拢处理了，那么到每一个地方去讲经说法。 度一切众生，但是到下安居，这里、个、三个月又搁顿来，啊，搁顿来佛的身边，亲近佛，搁再听佛讲经说法，啊，是就是一方面爱化他，一方面爱助行，大家搁再充实，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去求学。 修完学之后，再到西方度化众生，啊，跟这個意思是相同的。由此可知，一切诸大菩萨可以讲，无一个不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大家都捌去的。所以，这一切菩萨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啊，在这一段经文，咱找到证据了。啊，像咱这个世界文殊普贤。 观音事迹啊，这都变讲了。那么像地藏王菩萨、弥勒菩萨啊，拢是常常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去了伊又过顿来啊，顿来又过再去啊，常常的往来，今日咱来怎样？可再看下一种啊，那么让。 啊，未加去呢，咱都爱一个进度咯。啊。因咱后面呢，啊，阿个这个四十集，啊，四十集呢，都爱甲这个经讲完啊，所以后面的进度会较紧一束了啊。请看经文，高谈福德第二十七啊，佛语阿兰、啊。啊，那么这释迦牟尼佛对着阿兰尊者讲。 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以一十品修往十方无边净土，共用诸佛。前面所讲的迄一种是讲十方世界菩萨因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救法。这一种，咱讲西方极乐世界内面这菩萨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因为神通广大。 啊！无意义十方大菩萨因，啊，该十方诶，大菩萨无能用。第国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信佛为神，这一句话真重要。说明毋是菩萨自己有遮么大诶能力，是佛力加持诶。大菩萨当然无会讲。 啊，大菩萨灵力呢，较大。那么像咱凡夫啊，一克妄想的，一片烦恼都无断。啊，咱神通灵力啊，像十方大菩萨咁快，十方诸佛出土，頭这個大菩萨来去自如。啊，这那么咱凡夫妄想够使用，咱哪只能力？这能力为度来？ 啊，咱家己都阿无修到这程度，闹这定力啊。那么这定力是阿弥陀佛信力加持啊。如果阿弥陀佛无加持呢，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嘛是遐凡夫啊，见思烦恼一片都无端啊，要闹定力呢啊。所以这是生活危险，这一句古话非常重要啊。那么 AI 呢，都讲这个通力的。 啊，神通的灵力啊，以一息顷修往十方无边境界，供养诸佛啊！吃一顿饭的时间呐、啊，就能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哦，这个灵力实在是太大了。啊，那么这节的时间到了啊，咱一集再继续给大家报告。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